你给他粘点帽干啥？那行。烂了身上。烂稀，现在鸡没啥肉吃了。他这个品种叫啥品种？叫直接打大白熊出来，我看像大白熊出来狗。这狗在十年前值钱了很吗？这个那是得一百多万。哦，得一百多万。嗯，好家伙，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一般遇见家也能买上家，那个网上他也有几百，百上小。现在这账号还有多少？有，你看网上看，东北玩的多。我在网上看，不是河南有一个是徐藏獒之父吗？啊，叫啥那货？叫出来那驻马店。驻马店了。嗯。切。现在小狗还有人养，大狗没人敢做，拿出来弄不成。他背上也有点脱毛了。烂，那个他烂黑的，那红狗倒没烂，他烂黑的给他治好了。他烂咋回事？这狗？皮肤病，它捂了，下雨。啊，它那个毛太厚了，是吧？太厚，下雨它不叫，捂了，现在捂烂以后成皮。这狗看着一天没精神，这狗。嗯。它有病，你这狗不过来。这狗有多重？这狗现在也有一百，一百四五，一百四十斤。那两天一百五十多，瘦了。长得摸摸着骨头都瘦了，瘦了。去，去。你给沿上那都看不见了，给它捡捡。我那么，这一洗澡一打扮，看着也像那回事儿。是。烟上火了，烟都呼出怎么？烟上火，上火了，上火了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